拳，你看我打不打死你？你干什么？残忍带着所有人，更多火药。哎，别卡我，大哥，大哥！哟哟，哎呦 ，motherfucker！ 哎 man， 还好升级了，我钥匙晚了，差点死。他平 A 没有伤害的，不用管，把线推了就行。我的心是铁做的。差点崩线。我死了就真崩线了，一次转身得到的是一把匕首。被割开的喉咙早就无可再痛了。快！我在火中找到了。准备回头，回头没用，他直接一了。哎，冷不动，放放放放。啊！这是恶心人的是吧？毫无意义。还有他还没药关，有药关这个幻想可能就更恶心。要一拳，感觉有机会杀。如果他有一的话，可能追不上。看他开不开一追我，现在很稳，喊下男刀吧。大海，人死和我的船一起沉。我看我能不能升级。换一下，搞不好我还不用死。没办法，小月他妈在后面，不如早点死了算了。不回头不行啊，小月在后面这里啊，你跑得越久，亏线亏得越多呀。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要等个闪，更多火药，大海，利用个被动枷锁，假装要跑，他肯定会想过来摸我两下，他不摸我，我就直接推线，他想过来摸我，我立马回头 ，A 火刀加速回头点上去。这样就不用交闪了，拉扯一下。这就是比尔吉沃特。哇，他好像有贴，撤了。回来时会变得更强。150。又一个。直接进草就行了，要打他就出草，打完他要再进草，直接闪现平 A Q 带走。没伤害，是一把匕首，烧吧！
就不要在草里面打他，要打他就出草，在草外面打他再进草的话他一样没视野，你要在草里面打他一下他就会有视野了。记人未到我先记啊，他断 Q 他断一了吗？更多火药追一下，感觉能追得上。哎，不好说，三速血石沉大海了。我其实我比他多二点一速，等个二连捅的话也许有机会。砰，今夜你会不会来？你会来的吧。 Shut down. Legendary. 我的仇恨他干嘛沾满鲜血。哎，炸到了，那你他妈的算了，我觉得他还不是很够，主要是摸不到他，减速对他没有太大用处，因为他三速鞋又加上他手残距离本来就远。又一个，不要相信不要急我。凯旋，凯旋，橘子，妈的江美，枪杆。这就是主播的 power 啊！点了，妈的 fuck， 不给爽！我血门，杀艾丽莎！言语毫无意义，血肉才大，永不动摇。不痛啊！你看，把带个 TP 就更完美，是吧？就纯发育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这有个蓝 buff， 才说吧是最少。被割开的喉咙早就不再。搞不住了。他得好恶心人。我先用 Q 把他一片了，再用个 EEA 炸他，但我不知道我血量顶不顶得住，反正是不能开大的。OK， 这个大蓝够的话就开，蓝不够就开不了，就没办法，反正不能先手开大。这不我是怕他一好了，赶紧补个大招，有蓝量，他出茶艺了，这个装备出完这个英雄就很变态。Holy shit, man！ 太恶心了，我Q个野怪回点血。人人有份。Q 小兵回复的血量太少了，这样我就有多回160。反正我也不费蓝的。去不了啊，打不二必输啊。赶紧把线清，不然哥们要死。OK， 粘得住就还可以。队友那边我先不管，主要是管不了，我先升到13。我操！这不拉裤兜里吗？你妹，偷这东西！我他妈，还不
这个 ADC 追着。我先去把小龙拿了比较稳，大龙那些东西感觉太虚无缥缈了。没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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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shit man motherfucker OK 大龙小龙全了，可以继续拖了。可以了，他现在用平 A 就行，用 Q 抢不好抢。撤撤撤撤撤，还好队友听话撤回来，这样我都打不到人。现在是没什么资源，死了就死了，换波跟对面换波金。奈我，你走你走你走。阿姨，有帮帮。两个闪，现在已经他妈在打了，这么打完龙就撤。哎，都到了，可以试一下。我炸了两，把他死。大是大到了，感觉能继续再追一下，可以追一下。大到了，大众怎么打野了？没报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打了吧。这几个大师虽然玩的不是特别厉害，但是你发信号什么他能看得懂就行。感觉可以让泰坦抽奖去勾了，去杀戮也他妈一样是最高级。不行，我想趁机逼吸的。和那个谁想闪现开我。小心一点。他们加里奥是想直接闪现开我，靠一波血直接上高级，杀不死没关系。把大坦秒了。大卡卡，再补个桶子，先打盾下面去，卡头一个秒。哦，我伤害全打护盾下面去。那美滋滋又赢了，哥们。